曼宁加油站开课，第一天上课就要让老人家们先动起来，还要增长智慧。缅甸日存一把米做善事，在这里也能够实际体验。谢安礼与慈济关心长者举办乐龄课程，报名36位，来了50多位。里长夫人乐见社区老人家如此踊跃有活力，宣传多一点，我也许更多人来，因为我的场地很够大，再多一倍的人，这边应该也能拿得下。动动手脚也动动脑，自己制作祈福卡，很有成就感。祝福，我这运动，我这里，生命很多。越来越感动，尤其那个，就是让我觉得说，这么处处用心的。一同找回邻里的好感情，陪伴长者慢慢变老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曾修仪、林文典、许宏如台北报道。